哎呦，嚣张嘞！没错，我就嚣张，站在人家门口，有没有？然后 Elvis， 等一下记得帮我补血。为各位示范的是小美，做一个小美的教学好了。相信很多人对小美这角色看起来都很强，然后觉得玩得很厉害。其实我跟各位报告，小美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角色哦。嗯哼，有多强势嘞？只要中短距离的 PK 有没有？除了像那种会秒杀的以外，对不对？基本上他专门克那种长距离的。哦，那当然近距离你遇到死神的话，小美就旁边休息吧。还是遇到 D.Va 有没有？小美在旁边休息吧。他蛮适合打到远距离的啊，然后移动速度快的啊，有没有？因为他专门就是，然后他的那个。有自保技能 Shift 哦，锵哦，还有什么呢？还有冰墙，怎么了？只要时间抓得好的话，我跟各位报告，可以做一个无限循环的打击。我现在来为各位马上示范一下什么叫无限循环，好不好？哎呦，嚣张嘞！没错，我就嚣张，站在人家门口，有没有？然后 Elvis， 等一下记得帮我补血。好，帮你补血。讲得很嚣张，有没有？然后叫队友帮忙补血，出来吧，宝贝，出来吧，没人靠背，没人不是尿背了，没不对，就是他啊，结冰，戳他头，再戳，有没有看到秒杀？看到没有？小美这干专门克这种有没有？结冰，戳他头，戳他头，戳他头，有没有看到？他完全都不知道我在哪边，有看到？戳他头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我们奇怪的好小，速度快的有没有？马上克住，克住，没有，不能动。再一次，结冰不能动。各位，危险结冰，危险的时候就结冰，各位。然后架冰墙，哎、欸、靠，别戏啊！有狙击手啊，有狙击手是吧？啊，我刚成了一个集火的对象啊。他直接卖掉我了，哦啊，但是小美没有加速的技能，所以对，会等你啊，很快啊。你说你等我是吧？等你，帮忙加速。木，刚我想应该是有 Elvis 在旁边我才可以这么嚣张了，我是应该是这么觉得的。有狙击手，我们就要贴近他打，你知道吗？有没有贴近他？贴近他，结冰，戳头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小美就是这么好用，旁边有个补血的队友就是很方便。结冰，然后他子弹的弹夹非常长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不小心杀到人了，这算是一个小小的意外。哎，老大，你要爬到哪里去啊？你要爬到哪里去啊？靠背下面戏，哎呀，被狙手狙到了，这是属于会一个秒杀的现象哦。我站在原地，好多狙击手哦！哎哎，应该可能被我们处理过了，所以现在派很多狙击手出来玩。哦，啊、小美除非被秒杀了，不然她可以那个结冰加冰墙两个，基本上可以算是半无限循环了。我们走里面好了。哎、欸，走里面，结果走一走还是在外面，有没有？小美打小美，看谁先冰谁，有没有？结冰，进来快进来，把他开大。靠北，不小心把自己的冰解掉了。没有，跟这种远距离的，我们就是贴着打，有没有？贴着他，结冰。哇靠！又是狙击手，有没有无限循环的一个玩法？就不晓得他在闹什么，有没有？你写的冲啊！结冰，有没有呢？一个无限循环的干，而且他回血哦，有没有呢？有没有呢？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，有没有？小美，有没有呢？有没有靠背啊 ？CD 有没有拿 CD？ 没办法，
好，注意看不到。各位就是要注意抓自己的 CD 时间哦。啊，没办法，因为太多字了，我刚才来不及那个了。所以你 CD 的时间，假如抓得够好的话，小美基本上是属于可以一个算是半无敌的状态。外加上队友在旁边帮你补血的哦，哎、欸，看，除非是秒了，不然是不太会死。哇，打给就给托拉库，看到托拉库来了，对，托拉库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撤了。丢大绝，结冰，全部都冰在这边，好，戳他头，有看到？还没有，还没有人，还没有人，没人，没人，有狙击手，狙击手。狙手结冰，戳他头，有看到？狙就是这种，就狙看到远距离的，超怕这种的。加速，有没有跟着 Air Force 在旁边，就是会加速的状态。哎、欸，对方死光光了。对啊。好，在这边埋伏。我怎么听到？对，我就刚听到一个很大致的声音。弄他哈、哦，弄他哈、哦。四面包夹，你就躲起来哦，戳他头。从天而降，在哪边？在哪边？哦，在右边，右边还有一只结冰，在结冰 ，King 有没有看到？做一个二楼狙击手。哎，拍死我这只是标不到他哈、哦，不好标了，不是标不到啊。哦、我刚时间抓的不够好哦，来不及，抓的不够好，所以那个 CD 还没好的时候我就冲出去了。基本上刚刚是属于一个对，我等你，可以。OK OK， 属于一个错误的示范。延长赛，走，木，大声点！哎，赢了，胜利！哟！哦，基本上小美大概是这样一个使用的概念呢、啊，对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精彩人物不是我、啊。